请收看慧律法师佛学讲座。一切的诸法唯一妄念，通通是你的妄念。妄念就是这样，你的分别执着而有差别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，当你不起心，不当你不分别，你不执着的那一刹那是什么？那是何等的境界？你能体会得出来吗？当你不分别不执着那一刹那，那是何等的境界？是何等的洒脱，何等的自在，何等的开朗，何等的喜悦？你想象得出来吗？因为你有妄念，所以有种种的差别，就是不平等相啊。差别就是不平等相。若离心念，则无一切境界之相，那就进入平等了。那无一切境界就是唯心，那心就是意识形态。所以说，你什么观念就过什么事，什么生活；你什么观念，你就过什么生命啊。简单讲就是这样，你的生命由你的观念在主宰。你用什么观念，你就过什么生命。你用苦恼计较分别的观念，你就过苦恼无量的生命。你用解脱的胸量，你就是过解脱快乐的日子，就这么一回事情，就这么一回事情。啊，有一个人，他说，他来，这杂志社的啦，啊，希望师父做他的顾问呢。他说他听了师父的这个死亡的艺术，他说哇，这个比赚了1亿呀、啊、更值得。哦，他这个做得很赚钱啊，哈，杂志社的吧，哈。他说听了师父的死亡艺术啊，哦，这个不只是赚1000万，这比赚了1亿还更值得。那死亡艺术那一套才几块钱而已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内心里面的那种观念改变的话，你就是大富翁。